年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隐藏少女303李娜一高。那就用了不起的女孩吧。不管你身上色彩缺失都很了不起，你是我的女孩，平凡但了不起。过年的仪式感其实最多的应该就是陪家人吧，只要有机会可以的话一定是要陪家人过年。然后可能从小的习惯就是不管看不看那个春晚一定是放在电视上的，然后一起包饺子啊，就这些就是每年都会有的可能过年的仪式感。饺子，对，一定是年夜饭，一定就是有那么固定的几道菜吧，就是但是饺子一定是主角，然后旁边可能会有虾，可能会有鱼，年年有余嘛。饺子馅儿，小时候我爷爷喜欢给我包地葫芦羊肉馅饺子，但是跟我妈包的话，我们家里包的肯定是肉比菜多的那种，是对牛肉馅啊羊肉馅的。对，这次节目还蛮有意思的，因为他的这首歌他的改编，他是从开始的很 tango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到后面一下子变得很摇滚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期待的。